15号出席英国离子刀代言活动，说起自己现在的皮肤状态，如果跟韩国偶像团体相比的话，他表示：“这个我觉得这个平起平坐了。”你讲了自己有容貌焦虑感的事情吗？我其实没有了。我的焦虑是来自于要不要稍微低调一点，听起来真的很欠揍的。你全身上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修养吧，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欲望吧，没有办法克制这样。欲求不满，或者是感欲求不满，应该是情欲方面。那感情上我还好啊，老实说，我只要用心挺好好的经营一段时间，一定会有，但就是不想要又花这个时间这样子。睡觉不会。买小一点，人家花100万买床，我不用啊。每一次就是要开头，就会突然发现，天哪，我花了好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，这样。但是我如果拿这个时间相同的时间去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，搞不好我已经又往前推进好几步了，这样子。就关于就是私家的事情，这个也要问。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就变成说，你好像站错边就不对了。但有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很中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支持跟加油，因为我觉得世界不太需要太多负面的声音跟恨，只要是愿意支持的，不管是网络上面交流的朋友，或是根本在实际上的朋友、演艺圈的朋友等等，他们有什么经历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给予支持。